惠一定要优惠。大家好，我是 Vicky。 哦，寒冷的冬天到来咯，那现在日夜温差很大，尤其是你住东岸的或者是小孩子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，要特别特别担心哦，千万不要感冒，因为这样子一感冒的话会引发非常多令人担心的问题啦。哦，你不知道是啊，到底是感冒，到底是流感，还是到底得到了这样子哦，你不想要得到的这些疾病。哦，所以保暖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是来自于日月无电直播纯棉暖垫。那当然呢，从每一年的冬天我们推出这个就是大卖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，那今年也不例外哦。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是单人的部分是145块钱，那双人的部分是175块钱，这跟外面的价格来讲，我们真的是打了65折的价格。为什么每一年呢，只要推出日月的暖垫，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？因为第一呢，在韩国日月这家品牌呢，它已经是30-4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品牌的公司，甚至于在韩国呢，他们就这种电热垫呢，他们是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，它是一条龙，都是他们自己。所以在韩国，它就是一种国民暖垫，甚至于呢，女儿要出嫁的时候，嫁妆妈妈一定会帮她准备的这个。嫁妆，那家里有新生儿的，有小 baby 的，有老人的，就是每一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暖垫。那今天推荐给大家，尤其是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暖垫，我们家有电热毯啊，什么什么加水热毯啊，什么一堆一堆。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无电磁波。你知道为什么无电磁波这么的重要？因为他们家来讲的话呢，他们就是专门在设计，所以他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专利来给大家，尤其是呢，他们拿到了美国的这个 UL 认证，光这个认证经历了2年，要来查厂，要整个的设计过程，然后在整个生产的过程都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安全及格了之后，才可以拿到的这个认证。那当然呢，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，我们刚刚说他们从设计一直到生产一直到销售都是他们家一条龙，而且是韩国的第一个品牌。首先你可以看到，像双人的部分呢，它做到是两边不同温度的调整哦。你知道光这个温度来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个是两个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夫妻啊，本来就老公比较不怕冷，然后太太比较怕冷，对不对？那每次妈妈都会觉得说啊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很难去将就。可是这个呢，我们是从30度一直每一度微调，一直到最高60度，你可以有两边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度设定，这样子就很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要关掉的时候呢，记得就是按压一下。2秒钟，它就会自动关掉。那如果要打开，你就按一下，它就自己有没有开始跑了？它就可以开始到你设定的温度，而且设定的温度是到了之后呢，它就不再加热哦。然后很安全的一点是，它15个小时之后它会自动的断电，所以你都不用担心。那很棒的一点是100%的纯棉，所以它的柔软度是非常非常好。而且呢，它这个100%的纯棉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100%的纯棉？它底下这一边呢，它还帮你做到了止滑垫，所以即使呢你是铺在地板上面呐，或者是铺在床上呐，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会滑来滑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直接铺在木头地板的话呢，我们提醒大家，你底下先放一个毯子，这样子是比较正确的一个使用方式。而且因为它是纯棉的，所以它在折起来有没有？它在收起来，它可以折得非常的小。它不会像一般来讲，因为一般有些电毯就是折起来好大一包，可是它可以依照你这样爱折多小要收多小都可以，而且是纯棉的，这样舒服度非常棒。再加上它是可水洗，那很多人又会知道说为什么电毯可以水洗。来，你看电热毯它是设计非常非常的复杂，可是它这个专利的设计，再加上你可以看到它光这个有没有？这里我们怕它水进去的地方，它用了一个特殊的技术，这个也是他们的专利，让水不会跑进去，所以如果不小心弄脏了之后，你可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哦。然后记得不要烘干，我们只要把它晾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强调无电磁波，所以现场做个实验给大家看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一个电磁波的测定仪。大家都知道，手机有没有？手机是有电磁波的，上面红灯一直闪，灯一直灯一直叫，就是表示它有电磁波。那你看我们已经把它打开喽，已经电源已经开喽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个我们的就是完全没有电磁波，然后你再看手机有电磁波，我们的没有，甚至于在外头，你可以用你们家现在可能在用的电热毯，
一样也是有电磁波，这个就是等于你睡八个小时，就是八个小时在电磁炉里面睡觉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意思。你再看一下我们家的有没有标榜就是无电磁波，这个就是非常专利的技术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电磁波哦。那我们今天是用非常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，外面单人的部分是225，双人的部分是250块钱，那我们今天单人的部分是145，双人部分是175块钱，而且是含税免运费，来附上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书。那在天冷的时期，绝对不要让自己感冒哦，加油，打电话。